20日，好友发文否认张碧晨代孕，从来没有这么荒唐的想过。有一天，一位母亲需要发孕照证明自己生日过，透露这个孩子仅33周便来到了这个世界，出生体重仅1.76千克。照片中，张碧晨挺着孕肚躺在病床上休息，另一张里的她生产后抱着宝宝对镜鼻咽。